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小说呢，我想可能有一些新闻小说大家读过，有一些没读过，或者读过了有些忘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我提到这个《信使之函》，是吧？像这种小说呢，它居然也被称之为小说，可以说是80年代后期的最激进的先锋小说，或者说也是汉语小说最激进的一种表现的形式。那么你可以看，它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叙述，纯粹的语言，诗意的、哲理的，甚至呢。毫无逻辑的、毫无语法的，那么这样一种语言构成的文本，它也被称之为小说，那就是发在收获上，是吧？这个小说它先是有一个题词一样的，啊，当然它不过是一个信使，而且不知道它所传递的信件的内容，但是它的眼色、笑容以及举止都透露着一种消息，尽管他可能对此一无所知，那么这个，然后他引的这个卡夫卡。啊，说的是卡夫卡说的，诗人在狭长的地带说道，在那里，一枚针用净水缝着时间，啊，他说是这种极富有诗意和哲理的一种语言，但这样一种你可以看一看，它既没有故事也没有人物，它讲的是信使，因为孙甘露自己呢是当过信使，就是邮递员呐，信使好听一些是信使，再就邮差是吧？那么考不上大学，那么就去做邮差是吧？但是邮递员确实在不同的时期，他们是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你们现在对邮递员都是非常蔑视，不会，你们不会，就说，觉得这个工作不是很重要。但是你像我们当过知识青年的人，就知道这个邮递员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当年就说我少年时期为什么能读那么多的书的一个邮递员，是我的房东。他呢，搜罗了很多的书，我读的书都是从他那里介绍，所以你很难理解，很难相信，是吧？我那个时候能读什么《东周列国志》啊，《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水浒传》是吧？《西游记》还不止这些，德伯家的苔丝、《傲慢与偏见》、《唐璜》是吧？然后托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我全是从他那里拿的。为什么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想和他搞好关系？只要有书，就都给他，借给他，因为他传递信息，是吧？现在你们是说要网络，是吧？有短信，那靠写家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大家如果上我的博客看一下，我谈了一篇这关于信的东西，你们很难有体会。就我们这个年代，就是他很多从远方到那里插队的，偏僻地方插队的，那么每个礼拜那个这个一个乡啊。当时叫公社，它实际上呢就只有两三个邮递员，他们跑北路的，跑西路的，他骑一辆自行车，有些地方不能骑车，他要走山路，所以每个礼拜到那个地方，然后把信给他，给那个知青，所以呢，知青呢他是信使啊，每一次看到知青，如果给他送来的家信，仿佛那封家书呢是这个知青送给他的一样，对他简直就有好酒，也没什么好酒了，那就地瓜烧了。就是有好吃的东西就拿出来给他吃，是吧？然后和他交上很好，他有很多知青都是他的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但是，我这个房东呢，其实我年轻时候受他的教诲恩惠非常多，但是他英年早逝，30多岁他就去世了，得了一个病就去世了。我觉得非常，我还是经常会怀念起他啊。因为他，我结识认识另一个老师，一个姓陈的数学老师。那个数学老师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虽然是学数学，但是他会被梅衬的启发，所以那个时候会背《三国演义》，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下《三国演义》很多段落了，不是全部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说他会背的，我也要会背，所以那个时候也跟着他背了一些东西。那么信使，所以我是深深理解这个孙甘露作为一个信使，以及写这个《信使之函》。他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就，所以他对这样一个特殊的一种生存的一种方式和状态，有一种理解和一种感悟。你可想而知，信使本来是一个很卑微的职业，是吧？替人家传递，像现在的快递公司，是吧？快递员其实都是农村来的，非常困难的、落魄的，那么大家都很不待见他。但在当年，你见到那个信使，你有一种期盼。有一种感恩，甚至对他有一种感恩，因为他把家里的信、家书送到你的手上，
如果是一封情书，那对他怀有的那种感激之情更不用说了。但是如果是一封断交信，是吧？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了，那种痛苦，是吧？经常这些邮递员也会看着那些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眼泪啪嗒啪嗒流，就知道情感生活发生了意外了。所以他说那是候鸟的天空，他们已经在信使忧郁的视野里盘旋了若干世纪了。他们的飞翔令信使的眼球酸痛，这些冬季的街道因此在信使的想象中悠久地如此神秘而又神圣。世俗的无限世纪在信使路经他们的时候已经成为可能。所以它都是这样一种非常玄奥的、玄妙的、玄虚的、形而上的，既带有神秘主义又带有虚无主义的那样一种对信使的一种读解。当然，他特别讲到一个俄语城，所以这里边当然我要仔细分析这篇小说，没有时间，因为我们先锋文学我们已经讲了三次，是吧？讲了三个、六个、五个课时了，都快六个课时了，所以这个不没有办法再拖延下去。但是这篇小说确实每一个句子、每一种描述都是那么的精致，那么的令人惊叹，那么富有想象力，完全是把语言推到一种极致。叫汉语言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建立它的一种美感，是吧？它和这样一个过去我们小说是要现实的可还原性，写重大事件、重大题材，写雇佣兵这样的作品才有意义。但它退回到文学本身，退回到文学本身呢，它连叙述它都不要，它完全是句子修辞。我仅仅是用汉语的修辞，我就能够建构起文本，就能建构起一种被称之为小说的东西，是吧？所以大家看看，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句子，信是淳朴情怀的伤感的流亡，是吧？这都是有一种古典的浪漫主义的一种情调，古典的那种温馨，古典的那种伤感、绝失望。他说：“我几乎以为信使来自一本虚拟的著作，一个假设的城邦。”信使走进这些逐渐远去的行人和雨景，走进这衣窗侧入温暖房间的冬日北风，走进光线中梦一般慵懒的粉尘。大家可想而知，就是说在那样一个80年代后期，我们这一代的年轻的作家，他们其实对现实是很疏远的，对现实有他们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他不能够理解这种现实。当然，我要这样说，要提供很多的证据，我也没办法去提供证据。同时，我也说过，我曾经用晚生代这个概念来描述先锋派，因为相对于知青那一代作家来说，他们没有历经上山下乡和这个文革。因为我称之为先锋派的作家，大部分是60年代出生的。孙甘露是1959年，孙甘露是跟我同龄啊，跟我同龄。他呢，没有去插队。没有经历过插队，你像我插了2年的队，是吧？所以是属于这个知青的尾巴末尾的，但是他呢是去做邮递员、邮差。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文化大革命、对于知青的上山下乡的运动，他们都有一种和那个历史有一种疏离的、隔离的那种感觉，所以在他们记忆中有他们想象的文革、想象的一种革命的最后的革命的岁月的那样一种东西，所以他们回到语言中。回到文本中，回到汉语的修辞中，去寻找他们写作的一种东西。所以你可以看看这底下的这种句子，说信是私下里对典籍的公开模仿。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信使反复倾听环境的耳语，促使信使惊恐地在内心获得一种血腥的节奏一样龟裂的韵律。通过他们，我得以维持内在的故乡感。和对弃我而去的幼稚经历的眷恋，以及对街景的审美意义上的迷信。那么这些描写你都觉得似是而非，是吧？意思反复你能捕捉到，反复非常有意思，又反复非常杂乱，又反复非常奇怪，是吧？这种逻辑是一种破坏性的逻辑来建立起来，就是对你过去的审美，对你过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它是构成一种冲击。啊，你很难理解这种血腥的节奏是一个什么节奏？龟裂的韵律，韵律怎么会龟裂？
但是大家知道，孙甘露是会弹钢琴，是吧？他是一个干部子弟，家境不错啊，而且呢，总是在这个美女之间周旋，是吧？这个他的女朋友都是超级漂亮的哈。我至少见过他三个女朋友，这都是电影明星啊。通过他们在那个年代搞文学是可以欺骗美女的，在现在当今已经完全丧失了这种能力，是吧？所以今天的作家不知道他们怎么去解决就是个人的婚姻大事啊，这个不知道，我完全不能想象。通过他们，我得以维持内在的故乡感和对弃我而去的幼稚经历的眷恋，以及对街景的审美意义上的迷信。我觉得这种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又仿佛隐含着一种可在经验中理解的东西，是吧？他说街景的审美意义上的迷信，我们可想而知，作为一个邮递员，上海的邮差，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每天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存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邮递员这种职业，因为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你像我其实小时候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不能去插队去当邮递员，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职业，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因为我们在乡下是要走很多的山路，是吧？觉得那样一种生活也是非常美好。所以他作为一个邮递员，他说对街景的审美意义上的迷信，我觉得这种东西它都会让我们的心弦为之一动，是吧？信是自我扮演的陌生人的一次陌生的外化旅行。那么他这又对信，当然这里边其实你看上去似是而非，其实分析起来它都非常富有哲理，是吧？信是另一个人书写的，它这里变成信了，不是这个信使了。信是另一个人书写的，书写它变成信了。信其实是一个陌生人，他对另一个人说信本身是一个陌生者，对吧？他是从一个手传递到另一个手，他是不相识的。这两个人相识，比如我给你写信，我跟你相识，但是信跟你是不相识，他是一个陌生者，他是一次陌生的旅行，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完全被别人所把持，是吧？被一个叫做信使的人所掌握，信使把他投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哎，你觉得他这个书写看上去他不着调，是吧？但是你仔细读下来，你觉得哎，他说出的确实是对性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真知灼见。所以这篇小说称之为小说的话，你读下来至少来说他对性和性史的表达是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世界文学如何，我觉得对性有这么一种表达也是令人惊艳。我有一次看过一个节目叫做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节目，就是苏书阳主持的，是在那个央视第几频道大概。那么上海是孙甘露撰稿，上海是孙甘露写的那个剧本，然后来拍上海，旧上海。我觉得那个写的非常的漂亮，一种旧的上海，旖旎的迷醉般的，是吧？腐朽般的那种上海，我觉得在他的笔下写得非常的富有那种幽灵般的一种感觉。孙甘露其实他写的作品非常有限，他是可能就一两本的小说集，里边还经常重复拼过来拼过去。但是呢，他对汉语小说提出的挑战，我觉得是我很爱使用前所未有这个词哈，这个经常遭致人们的批判。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少有的，是吧？他把汉语小说他敢用这种方式来写小说，而且他确实改变了汉语小说。就是说在孙甘露之后，汉语小说还有什么方式不能够采用的，是吧？信使之寒，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倒，是吧？这个在他之后小说已经无所不能了，是不是？
你看，比如说，性是一次遥远而飘逸的触动，我觉得这些句子都是非同一寻常的一种诗句。然后后面你看，性是一种状态，而阅读是无所不在的。性是一种犹犹豫豫的自我追逐，一种卑微而体面的自恋方式，是个人隐私的谨慎的变形和无意间的揭示。当然，这通篇都是这种，都是暗语、启示录、隐喻，是吧？象征。然后他的情感状态都是飘忽不定的，都是一种非常具有一种优雅之气中所掩盖的那种感伤和一种绝望。所以，性的一种表达，你可以看到性的一种命运，在这里性变成一个人物了，是吧？那么这篇小说中，性史和性变成一个人物，而尤其是性变成一个人物，它仿佛和性史在构成一种关系，性仿佛要挣脱这个性史，性和性史其实是构成一种强大的一种对立，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是吧？你看性被握在性史的手上，它其实是陌生的，性史要把它投给另一个陌生的，那么。在这里，一个事物、一个物件，它变成一个人物，变成一个主角，这样一个主角，它把我们生活的那种最内在的一种情感，我们最内在的情感，我觉得性表达的是我们最内在的情感，是吧？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有它的真实性，真实性。所以，性在这里面呢，它能以一种人角色，以一种独特的事物来存在，和性使它所构成的一种情感的张力，也可以说是一种矛盾和一种对立的一种关系，在这个作品中来展开。我觉得这个小说我们可读解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当然不能再去分析它。当然，说到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先锋小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次了啊。这《松江路》，大家看一看，是吧？现在已经有点老疲态了哈，中年人哈，这个大家看着我们都是一些老朽，是吧？都曾经年轻过。其实像我上一节课呢，试图对先锋小说做一个简要的寻踪，是吧？就是从87年《人民文学月刊》合刊到《收获》，那么转过来呢，其实呢，我们说89年都认为一个历史的事件对先锋文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